的是身后的这两间车库别墅，那它的面宽的话大概5.3米左右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。进来这边就我们的车库，因为这一间的话目前有在装潢，所以这边摆放了一些装潢的工具。我们车库的部分的话，采光罩都有做好。那我们进来客厅，客厅我们这边是做挑高的设计。所以之后不会盖房子，所以也不会挡到我们的视野。哇哦，不错呀！这边是我们主卧的卫生间。我们这边是我们的浴室，我们这边是我们的浴室，我们这门上来三楼一样，先看后面这一间套房。这间一样，它后面有卫浴，有对外窗。采光罩还没做，那没委托张洋洋，洋洋帮你拍好房，拜拜。